在小小的花园里长啊长啊长，但眼前的这个向日葵未免也太高。280，答案揭晓，这个巨型向日葵长度至少有280公分，一人丈量没办法，必须踩着小板凳。巨型向日葵长在台中大里区新仁一街，居民看到向日葵长得茁壮，直呼好骄傲。我们都还想说，可不可以申请近视记录，因为它还在成长当中。石头大块小块的都一直剪掉，一直剪掉，然后才会变成一个很好的地。居民们用心呵护，尽量采取天然除害，但其实这块地先前是这永图猫啦狗啦都会来这里大便嘛，那因为环境一种味道嘛，好，我就想一想，就说利用这种机会，我就拜托我们里长说，你去向区公所申请一下。波斯兰菊可能也大概是100公分高左右，可是去年我们的波斯兰菊也长到了大概有150公分高左右，所以说它这块绿地的养分可能非常的好啦。无论种什么植物都能长得特别高大，巨型向日葵品种应该是泰坦种子，田间栽种的高度可达300公分以上，民众若要赏花记得别踩到花种。这个巨型向日葵花园不是阿嬷养的，而是居民共同用心照料。三立新闻杨静、屈道云、SNG 小组台中报道。